唐代李白的诗句。这一位文人是唐代诗史上小青，那是不是才情很高？怎么办呢？通过网络用语尴尬症，一直明明不关自己的事，却会为当事人感到尴尬。快来玩小梦老师的塔罗占卜，测你的尴尬症指数吧。测验开始，请凭直觉选一张塔罗牌。选好了吗？来看解析。选月亮的人，你很不会说话，当你想替其他人解围时，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尴尬症指数50%。选权杖皇后的人，你是个很替他人着想的人，当周围有人陷入尴尬的局面，你也会跟着紧张，尴尬症指数90%。选女皇的人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你，别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会在意，不想与他人有任何牵扯，尴尬症指数10%。选世界的人，你只会对亲友将心比心，身边的朋友出现尴尬情况你才会跟着紧张，尴尬症指数70%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